下午好。您喜欢狐狸？捡到的。是呀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关系的，我只是在这儿整理接下来要去哪儿的想法。来见朋友的，不过我忘了他住哪儿了。感觉上来说，差不多吧。您是要帮我找吗？肚子饿了吗？唉，我累了。可以请教一下你的名字吗？我叫不恒。啊？怎么？哦，真的？我们是不是以前什么时候见过？原来不说你住在这里啊。我都没认出你，男孩子变化真大。哎呀，如果不是正好碰到你的话，就麻烦了。真不愧是大城市。想看看你不行吗？带了点东西，就想正好顺道过来看看你。
这个是老家的橘子，还有阿姨做的八宝饭，你小时候最爱吃了。还有。也对，这些东西。不过我在老家也常听到你名字，家里摆了一套你的书呢。叔叔阿姨也都看过了，他们可喜欢了。其实他们挺喜欢看你的书的，只是不好意思说吧。那还用说？我可是你的粉丝。你从小时候就这样，总是对自己没什么信心。最近都没有写新书吧？整整一年半没有新书的消息，是没有灵感吗？为什么要和我道歉了？明明最难受的是你自己吧。哎，英宁，不准就这么跳到人家地板上。是呀，小狐狸的名字是，这只小狐狸也是妖怪，我们真的只是偶然遇到的，然后就缠上我了。是呀。很好玩吧？怎么这么早就想我回去了？当然是和你住一起呗。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怎么了？没关系啦，不说小时候，阿姨出差让我帮忙照看你的那会儿。不说。这个卷轴算我来这边的原因之一吧，倒不是这个原因。这是一个能看到一些不存在之物的卷轴。姻缘。